开始玩单线 ADC 了。机器人左边，我们右边。미니언생성까지30초남았습니다你家阵容好脆哟、哦，对面阵容更脆，我家阵容还脆呀、啊，对面阵容不更脆呀、啊？上路还是个德莱门，中单不可能，因为有狐狸，他不可能去中。미니언들이산성되었습니다学个 E 草丛蹲他多少血呀、啊680的血。马上升二能杀，我估计差一丝儿血。什么打野吧，乌迪尔。这家伙，我没法去呀、啊、哥，一换一能换吗？抠死他，漂亮，还有助攻，可以接受，可以接受。还拿150块，两个就是300块。我们300块相当于一个人头，别 A 我，哎呀我操，这有点疼。坏了，被他给杀了。这里头有眼儿，我给忘了。Yeah.
没办法，这波确实是他的强势时期。我们没有技能了，刚才挡一波六能杀。假猴还不能随便放呢，我一看。又来抓，玩个 ADC 都不抓，净抓我。等六着什么急？他又杀不了我，我有啥不能跟他打的呀？那不是乌迪尔来了吗？那人家打野来了，我们能咋办啊？你不能把人家打野来了，然后把我杀了，你跟我说我着啥急吧？那该耗血的又不是不能耗。我都被单杀了，那打野没来，他不被我单杀呀？我被他单杀了，我被他单杀了又能咋样？你想证明啥？啊，你想证明啥？我被他单杀了，你想说啥？单杀就单杀吧，像精神病似的。回家出装备，摊上全国人吃不得。他现在没鞋，他有伞。控一手线儿啊！他这玩意儿没容错率，但我没有容错率。我 E 上去，我能 W 回来。他如果不用 E 打断我的 E， 他现在就没法玩了。我这上路兵线呢？这炸我一下啥意思？送个火箭，谢谢老板的大火箭。
아군이당했습니다上单先来个这个吧，这把得小心点，他们家全图技能，这有个金克斯，还有个德莱文，这一会儿是要出布甲鞋了。可以杀这狐狸，巴德来的挺快呀！哎呀，没技能了呀，兄弟，还有大火箭，我天哪！巴德到了，拆个一塔吧，没有大招。你咋不打个爆破呢？算了，这个三项等一会儿出吧。波比发育的不错。德莱文上单，回家三项了，别送火箭了，我不要了。14分钟。14分钟这样出吧。蓝得够用，对吧？这把蓝得够用。他杀我一把，我杀他几把？
我不记得了，我杀他几把。小龙可以用。他们家的后排我们必须得能进得去，只要后排进得去就一下就全闪。这里头全是人，七秒大，六秒，先杀金克斯，乌迪尔差一身，漂亮波比，我勾，你给我死！德莱文上单，我杀狐狸，亮牌，走，往哪走？走，呀，哇，凯鲁斯，往哪走？刚才我 E 被断了，峡谷先锋可以动啊，德莱文在下呢，可以动，就是不知道巴德会不会来。零杠三变七杠四，本来也应该的呀。耶，你被单杀了！哎呦，你被单杀了！哎呦，我天哪，你被单杀了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你被单杀了！我杀别人的时候，你咋不放币呢？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一波了，포탑을파괴했습니다一波了。那德莱文我两件装备，我一个耀光加上一个布甲鞋，再加个红宝石吧，满血塔下我都能杀。